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annon。今天带大家看的是一个 Top Brothers 在 Mill Peters 的在售样板间。一楼这里是 Bonus Room， 它不算在三卧室里哦，你可以把它做成 Library 或者 Home Office。车库是一个两车位的车库。这里是 Closet。我们上楼看一下。这个样板间做了 fully upgrade， 你可以看到它的地毯、楼梯、脚线这些细节做得很漂亮，这也是我很多客户朋友喜欢买样板间的原因。二楼这边上来是可用洗手间，非常宽敞的客厅、餐厅、厨房，三面都有采光。这里有一个 closet 和食品储藏柜，厨房这边的台面、柜子、电器、五金都是 upgrade 的，用的都是比较高档、价格比较贵的那种。中岛没有做水槽，他放了烤箱在这里，中岛可以作为一个简易的就餐区。我们过来看一下客厅和阳台，这个阳台是一个九尺高的 high ceiling 阳台，非常的大气现代，这也是这个房子的卖点之一。这个角度看一下，电视墙这里也做好了啊。上楼看一下卧室，第一间的这个是主卧，床头的半落地窗还蛮特别的，洗手间、浴室、马桶间，升级过的墙面看起来就是很漂亮啊！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应该能看到这个很明显的差别。Walk-in 的衣帽间，洗衣机、烘干机，上面做了储藏柜。这边是两间客卧，这个是客卧共用的洗手间。好了，这个房子我们就看到这里，三卧室 2.5 卫生间加一个 bonus room， 升级做得非常漂亮的 model house。 这个房子只有这一间，所以所见即所得，报价 1.7 million， 包含所有的升级和电器，不含家具。如果你喜欢它的话，赶快联系我，我是 Shannon， 下期再见。